Hello，我江江，今天呢，今天 GT 有更新哦，可是更新我看来只有出一台飞机，然后这台飞机呢是 ATEM，来直接来购买一下好了。380万啊！哇，5万块！炸弹是哦，它其实跟飞机差不多哦。反制系统是哦，我们来改一个闪光弹好了，增加引擎。操控性的话，给它选择最贵的啦。涂装看一下好了，这个我之前有拍过，它其实猪、蛇、鲨鱼、兔子，这兔子好可爱。迷彩鲨鱼、迷彩猪、迷彩、潜行迷彩猪，我怎么觉得我的头快跑出来了？是我错觉吗？看一下喷漆好了，换个颜色。啊，怎么换都是深的，这样子，哇，这个颜色有点怪。看一下亮金属在哪里，副色调的颜色看不太出来在哪里耶。OK，然后哦，没了吗？就这样子吗？所以改装了这么少，我们直接来试飞一下好了。直接起飞了！哇，夜间飞行哎，这么深的颜色很适合夜间飞行。OK，它还有这个炸弹的舱门，对了。沿路轰炸。看一下还有什么功能？OK，就是之前有拍过的，前面会射击机枪。追踪飞弹，多管式飞弹。还蛮猛的，可是我觉得他就地面作战还 OK 啊，我觉得他如果对那个天煞可能就不太行了吧，试看啊，因为他速度很慢，没有说很快，就是看下低飞，改道版两发就爆了，哇！没有护甲，一发就爆了。被锁定了，
跳伞，被攻击了。好啦，影片就要到这边，下次再见喽。